的，然后讲点火系统的话，那么这个车为什么会点火？啊？它为什么会点火？不要点火系统行不行？咱们这个汽油车啊，行不行？肯定不行，是不是？对不对？那么咱们这个车，咱们这同学都知道对吧？汽油车没有点火肯定不行的，点火能量差，那么你这个车肯定就是说动力不好等等之类的，出现很多很多的情况，是不是？那么咱们要学习这个点火系统怎么维修。在学习点火系统怎么维修之前，咱们先看一幅图，咱们先看一个视线的，咱们其他的先不讲啊，先讲难一点的，然后再讲其他的，好吧？摩托车都有，看着啊，看着，你们先看这幅图，能不能看得懂？这幅图。这个图是咱们大众车的，大众车的啊。好，这个呢是咱们大众车的，那么咱们这同学跟着我的思路看，好吧？跟着我的思路看，在咱们这里学习有一段时间的啊，这幅图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那么我给咱们这同学呢稍微打一下字，好吧？那么这个位置是什么？J220是什么？啊？因为咱们想要看懂一幅电路图，那么首先要，就是说咱们看点火系统，那么首先要知道它这个，比如说这个 J20 是什么东西，对吧？然后这个 N70、N127、N291、N292这四个元件是什么东西 ？PQ 代表的是什么，对吧？是不是？啊？咱们。看电路图首先要这个样子看啊。好，那么咱们因为咱们讲的是点火，咱们就过快一点，好吧？看着啊，咱们这个 J20 不是车身的啊，你看哪个车，它的发动它的车身电脑板来控点火的，有没有啊？那么这个呢肯定是咱们的那个什么呢，是咱们发动机电脑板，这个肯定是咱们发动机电脑板啊。好多呢咱们大众车咱们这同学都知道对吧，咱们大众车一般叫什么，叫那个 J623 是吧，但是咱们有些车型呢它叫那个 J220， 这个也没关系，咱们通过原理都能推得出来，不管什么车它的点火信号肯定都是发动机电脑板给的，不可能说哎我哪个车由那个车身电脑板由 IBS 控制单元，那都是不可能的，那都是瞎扯，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即使不知道这个代号 J220 是什么东西，但是咱们通过原理一推，哎它肯定是发动机电脑板啊。那么至于这个 N70 和 N127 N291 还有 N292这四个呢，那么它肯定是点火欠缺，这个说了不用说的对吧。点火线圈，点火线圈呢它上面有四根线，这是点火线圈啊。 P 和 Q 这里呢是火花塞，火花塞啊，这个位置是咱们点火线圈的那个东西啊，大家都知道的。好吧，我也不知道它专业名词叫啥，反正就点火线圈那个东西，你们懂的啊，对吧？红颜色这里我已经标注出来了。那么咱们这个什么 N70 啊，这些是点火线圈，对吧？咱们这个车有四个，
那么咱们这个点火线圈想要点火的话，那么必须需要什么啊？是不是需要供电？对，你可以叫它钢线啊，是不是需要供电？那么供电咱们看啊，其实呢它呢是在这个位置，我给咱们的图片再标一下啊，这个图呢就是稍微有点不太清晰啊，可能不是正常的图，如果是正常的图的话，那么它这个应该很清晰的。我标的这个啥意思知道不？红颜色的这个啊，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啥？是不是正极啊？对，是供电。所以说咱们这个点火线圈啊，它必须要有一个供电。供电呢，它是从这个保养室盒里面过来的，对吧？它这里都有标注，那么这个就不用我说了。看着供电啊，供电我用红线标出来，为了让咱们这里更好的同学，咱们这里好多同学好理解，好吧？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这同学看一个录播呀，哎呀都看不懂，还有买那个录播的看一个水温传感器，都不知道怎么测，氧传感器测晕的，还不报名学习，哎呀我去，我都不知道怎么搞，对吧？这里是那个供电，那么它这个位置呢？好，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供电，对吧？供电呢，然后咱们这个点火线圈啊，点火线圈我相信咱们这同学应该都不陌生了。那么他想要点火必须初级干嘛？初级有供电控制它的负极，对吧？负极在断电的一瞬间，那个我给咱们这同学再画一个图啊，让你们更加好理解，看着啊。好，能不能看得到？首先啊，我给咱们这同学讲一下啊。那么想要变成高压电，你们在初级班应该学过，首先初级线圈的匝数要比次级匝数少，听明白没有啊？初级匝数要比次级匝数要少，所以说左边的这幅是初级线圈，100%的啊。字太小了，好，应该可以看得到我这边打字吧啊，初级线圈对吧？这边呢是次级线圈，好，看着啊，这个软件我玩的也不是很熟，这个图呢稍微有点小，改天我再请教一下其他老师，看看这个怎么玩的。这个啊，它必须呢是12伏供电，对吧？这个12伏供电在好多车型上面啊，那么它呢就是会是一般情况下都从主机燃气过来的，包括这个一旦有供电，像咱们弹簧电磁阀呀、喷油嘴呀、等等之类的，就是说咱们汽车上面好多12伏供电的都是一根线过来的，能理解不啊？这个12伏啊，而咱们初级线圈要到哪里必须啊，咱们不管什么车型肯定都到咱们方向电脑板的发动机电脑板来控制它接地，对吧？当然控制接地呢不是一直接地，是不是 啊它不是一直接地，是让你通一下电断掉，在断掉的一瞬间咱们这个次级会怎么样啊？次级会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方向电脑板让你接地断掉，接地断掉，接地断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次级线圈就会感应到一个高压电。它为什么会感应到高压电？因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呢也等于说是咱们一个那个自然现象吧，可以说是这么说。这个至于为什么它这边感应出来高压电，这个咱们就没有必要纠结，好吧？就是说在初级线圈在断电的一瞬间，那么次级线圈呢它呢就会感应出来高压电，感应出来高压电，然后呢
它就会从这边，哎，它的电压呢就会从这边，然后往这边，这个呢我画的是滑塞啊，然后接地，通过接地，然后再回到次极线圈，这能不能理解？啊，那么咱们发生电的话，通过不停的给它通断、通断、通断、通断，然后呢，咱们这个次极线圈上，它就会感应出来一个很高的高压电，明白吗？如果这个电压不高的，不高的话，它不可能从火花塞的那个中心极来跳向咱们的车电极，好吧？因为它的电压够强，就像咱们这个天空中闪电一样，对吧？为什么闪电可以从那么高，然后就是说击到咱们地面？因为它电压够强，电压够强之后，它就可以击穿空气，能明白吗？啊，能不能理解？它的这个线圈啊，必须回到它这个，就是说，回到它的那个啥呢？就是说，它的线圈，它不管怎么样流，都是这个样子啊。对，直接经过地回去了，好吧？这是咱们线圈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来看这幅图啊。咱们不管三线的，或者说四线的，等一下咱们再讲那个三线的，咱们先给你们这里同学普及一下，我相信这个东西好多同学都知道的。好，咱们现在看大图啊，看大图。那么你像咱们这个电弧线圈呢，对吧？它和咱们那个就是说，刚刚看那个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电弧线圈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模块，对吧？那么小型的模块必须有什么？必须有供电和搭贴，是不是？啊，那么它的供电呢？一路是供到咱们点火线圈模块里面，同时也供给咱们点火线圈里面的初级线圈，能不能理解？哎，就是说给模块供电的同时，它也供给了初级线圈。上面这个黑的这一坨呢，是那个初级线圈，然后呢，到这个模块。这个模块，这个标志呢是咱们大众车的，相当于一个模块，对吧？然后这边，我要不要给咱们这同学标一下哪四根线？能不能看得到？哪四根线知不知道？应该都知道，对吧？看着，我用指一下就行了啊，因为比较浪费时间。一根、两根、三根、四根，看明白没有？一、二、三、四根啊，好，看到。再给咱们这同学打一下字，这个呢是点火线圈的供电。这个是什么？好，咱们先看这一个，先看这个15号针脚。15号针脚有没有看到？它这里显示的很明显，接地点在缸盖上。那么咱们从这幅图上面可以看得到，它是什么地线？是负极，没错，是什么地？咱们说专业点。对，次级的搭贴，不是发动机接地啊，是次级搭贴。次级的搭贴有没有看到？因为咱们下面这个是线圈嘛，对吧？哎，线圈这边，它不就是那个接地嘛？有没有看得到？啊？有没有看到？这就不用我说了啊。好，左边，右边这边，右边这边有一根线是干嘛的？这个位置，看着这个位置，我圆圈圈起来了。接地，有没有看到？接地连接。在发动机室线束内，证明这根线是什么？也是地线，但是它这个地线是什么地线？什么反馈线？没有反馈线，这个是地线啊，是什么地线？这个没有反馈啊，没有反馈，咱们丰田车有，这个车没有啊，这个是咱们点火线圈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模块，那么它这个呢，就相当于咱们这个模块的地线，能明白不？
哎，你要搞清楚模块的地线啊，相当于模块的搭贴，对，你叫它搭贴也行。然后供电、刺激搭贴、模块搭贴也有了。咱们这个模块想要工作，还需要什么？是不是需要一个信号？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方形电脑板呢，就给它一个信号，对吧？信号，然后给模块来控制初级线圈接地。那么这个时候，初级线圈有正有负，在断电的一瞬间，次级线圈会感应到电，从火花塞中心级跳向侧电极，这个时候火花塞就点火，对不对？这幅图有没有明白？知不知道咱们视线的怎么点火了？简单吧？那么再说一个啊，再说一个，像咱们大众车的啊，图你也看懂了，它怎么工作了你也看懂了，占空比的啊，你用 LED 四灯测它会闪烁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占空比信号，能理解不？用 LED 四灯测，它会一闪一闪的啊。好，这个时候我要问了，看懂了不行啊，要怎么修啊？模块供电是12伏，刚刚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是从保险丝或者说主机电器过来的啊，一般情况你像这种的都是从主机电器过来的，好吧？能不能理解？是从主机电器过来的啊。咱们这同学不明白的，现在问啊，不要等到课下问，课下问我也可能也没时间，好吧？因为咱们这同学学太多了，我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是说告诉你们，还不如我自己多学点东西，然后再教给你们，对吧？因为每个咱们干修车都是不断的充实自己，不学习的话就要被淘汰。怎么检测？啊？那你们假如说来一个大众车，缺缸了，你就直接测有没有12伏吗？你们是这样修吗？啊？怎么修？是不是先断缸？是不是？先断缸，看一下哪个缸不工作，怎么样快，怎么样修嘛？哎。咱们修车是不是这个样子？四个缸，那这种还用说吗？对吧？一、二、三、四，比如说一缸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还有，你们断缸是怎么断？啊，咱们大众车的你们断缸是怎么断？或者说看这个缺缸怎么看？拔插头可以哦。那么你们拔什么插头？拔喷油嘴的对吧？对，拔插头这是一个可以哦。对，因为咱们那个电容线圈你们都知道，像现在新款的帕萨特、迈腾都是在一起的，是吧？要拔一下都要拔好几个。所以说呢，咱们可以拿解码仪，看数据流，怎么会看不到呢？嗨，你这个东西能动作测试吗？点火线圈你也来个动作测试啊？你这个有点太那个啥了，不要什么东西都动作测试嘛，是不是拿解码仪看数据流？实际做，你像咱们大众车的，不
管是四缸的还是六缸的，你直接翻，一般它这个呢都是14、15、16，自己去翻去啊，对不对？这是一种方法啊。如果说这个数据流能不能看得懂，咱们这里有没有同学不会看那个大众车的数据流的缺缸数据，咱们就说缺缸缺缸，其他的不讲啊。数据流咋看，看着啊，还好我问了一下，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还学半天，我可下次知道我赌出来14、15、16了，但是不知道哪个是好的，这个时候就懵了啊。看着，什么意思呢？咱们读出来数据流，就说一缸的啊，431也可以。一缸的怎么弄呢？就是说它这个啊数字呢一直是在7、8、9、10、11、12这个样跳，而2缸0、3缸0、4缸0，这个时候怎么回事？是不是一缸缺缸？是不是一缸的工作不好？没有，他这个不许，就14、15、16嘛，这个很简单呀，是不是？没看过吗？这个时候啊，他这个没有什么单位，就失火次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那个会跳的，这个东西会跳的。你自己明天没事你去看一下，把喷油嘴拔掉，你看一下他这个车一缺缸你就知道了，好吧？这个东西你是太简单了啊，明白不？哎呀，你们我都不知道咋修车的，这个我说实话好几年前都用过了，这个咱们这同学没用过的，明天或者是后天看到这个车没事拔一个喷油嘴看一下，大不了故障码清一下，没啥事的啊，听到没有？不要什么东西不敢弄，你怕啥呢？你没听别人说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是不是？弄一下，我跟你说，不会坏的啊。这个如果说第一个数据老是跳来跳去的，一缸的缺缸了，这个时候点火开关关掉，把二缸的点火线圈换到一缸的调到二缸，这个时候再看数据流。如果说一缸的是零，二缸的是数据在跳了，那么很明显点火线圈坏掉了，换一个100%会好，理解不？这种方法是最有效最快最好的，没有其他的方法是最好的，比这方法还好，听明白没有？因为这个数据太准了啊，太准了，你像这种这么多，你随便你想咋整就咋整呗，是不是？也没有必要，我动不动拿个歪秒测你测个啥，拿 LED 灯测个啥，不用测啊，这种，听到没有？这是一种方法啊。如果说这个车，特别是大众车啊，千万不要把点火线圈整个插头你不要给它拔出来，就说你不要把点火线圈啊，这不是人家一个点火线圈吗？你别整个跟人家薅出来了，明白不？不要整个薅出来，千万不要这样搞啊！你要一这样搞啊，好，你就中奖了。要么你这个点火线圈会坏掉，要么你这个电脑板就会坏掉。为什么？因为它的点火能量释放不出去，释放不出去之后，它必定会烧坏东西。记清楚了啊，好。这是一个可以说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要给咱们的同学提醒一下，你别到时候搞坏了，那你自己赔吧啊。缺缸的数据有没有看啊？怎么检测？最简单的方法也知道了，对吧？如果说没有解码仪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断喷油嘴的插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去断看哪个缸工作，这个如果不会的话，那我没办法教，好吧？
因为咱们那个喷油嘴插头呢比较好拔，点火线现在不好拔，所以说你最好断喷油嘴的啊。好，这是一种啊，还有什么呢？四个点火线圈全部不点火，就是这个车都不跳火，怎么搞？对，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查了，查什么呢？查供电，查搭贴，查信号。查供电会不会查？怎么样查？对，你先看区位信号也行啊，这个呢就随便你。咱们就是说区位信号是好的，对，三瓦的四灯可以，12伏21瓦的四灯去测量供电信号可以，听明白没有？啊，12伏21瓦的去测供电线可以啊，供电的这根针脚。那么两根搭贴会测吧？啊，两根搭贴线会测吧？好。信号线怎么测？信号线啊，这个时候就要用 LED 四灯。你在启动的时候看一下这个车它点不点火，有没有信号过来啊？有信号过来，不点火，有供电有搭贴，那么这个时候换点火线圈。你不要管，哎呀，一下子会坏四个嘛？如果说哪天出现这种情况了呢？能不能明白？看 LED 四灯会不会闪？会闪，有供电，搭贴也正常，给我换点火线圈，不要犹豫，直接换四个。他要是都不点火的情况下啊，你别跟人家好的也换了啊，听明白没有？那么如果说没有信号过来，这个时候你再去测量一下喷油的信号有没有。那么如果没有，你就需要去看你这个车曲轴位置传感器信号、凸轮的位置传感器信号，能不能明白？哪个信号怎么测？点火线圈的信号吗？区位的信号咱们之前有讲，你去看录播去，好吧？那防盗的会亮灯的吗？啊，怎么这么纠结呢？都，你这个也可以嘛，反正你只要把人家修好嘛，是不是？点这个四线的点火线圈会不会测了？点火线圈信号用 LED 灯测呀 ，LED 四灯去测呀，看它会不会闪呀？啊，这个东西也可以，明天没事的时候去测一下嘛，好不好？啊，去测一下，没事玩一下嘛，啊。别修那么长时间车，一问，哎，这个，然后就是说车那个你也没拆过，那个你也没拆过，你搞啥？是不是？好吧，不要管它电压是多少，你用 LED 四灯去测这个信号就行了啊，明白不 ？LED 四灯会闪，就证明有信号，好吧？你具体的要看这信号正不正常，你需要拿示波器，你有吗？你肯定没有嘛，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说你拿一个那个 LED 灯，哎，一测它会闪就 OK 了啊。你说有示波器的话，改天你去加上去测一下也行，行不行啊？当然用示波器的话，你不管什么东西，哎呀，好，那么这个四线的会不会？应该会了吧，我都讲那么长时间了啊。好，咱们再说另外一种啊，终于可以过了。其实我感觉这个视线呢非常非常简单啊、哦、真的很简单。咱们再说一种，说一种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好多车型还有的，我跟你们说啊，我跟咱们这同学说的啊，就说是这个是啥，就是说我跟你这样说，你要知道哎怎么样修，哎，你不要我说个啥，
咱们稍微过快点，稍微过快点。那么咱们这，我现在给咱们这里同学看了，就是说它是一个点火线圈，然后分配到几个缸的，啊，看着啊，那种两线的，两线的就不用讲了，两线的那种是啥呢？就是说是一个供电，一个信号，信号是发送于电脑板过来的啊。你像这种呢，像咱们的别克、面包，好多车都是这种啊。看到，那么它这种呢，就是说有一个供电，两个信号，一个是一四缸的，一个二三缸的，明白不？看着啊，中间红颜色的，是不是给相当于给四个缸初级线圈同时供电，是不是？啊，这个位置啊。打压字，好，这个呢，我就不用画了啊。首先不管咋个说还是一样，你记住一个点火线圈想要点火，那么你初级线圈必须先给它供一个正，然后呢给它一个负极，然后次级才可以感应到电，对不对？不管什么车啊，不管什么车，那么很明显它这个呢就是说一个供电给1423它同时供电，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发送电脑板来有两个三极管，有两个就是驱动模块，然后在咱们的电脑板内部啊，在咱们电脑板内部，然后它呢控制咱们这个到底是二三缸接地还是一四缸接地。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接地，比如说咱们这个看到一号这个位置，这个信号接地了之后，看到它电流流向啊，首先我用红颜色画，看到。首先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直都是红的，都是供电，还有另外这边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这个车啊，你在线测试的话，你有可能都会测试到三个正极，三个12伏，但是你不要惊讶，明白不？不要惊讶啊。然后如果测到三个12伏，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想知道哪个到底哪个是供电，哪两个是分身，怎么办？对，拔插头，拔插头再去测这三根线，哪一个是那个供电，这个应该都会啊。我看咱们这里同学反应速度这么快，好，这个就过了啊。想要点火还是初级线圈，首先要给它一个负极，那么负极怎么给？看着啊，我用黑线，我用另外一这种线好了。首先驱动模块这个一这个位置，你可以给它想象成 CPU， 然后来给这个位置啊，给三极管积极一个信号，给信号之后看到，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呢都是供电，这个内部咱们这同学就不要管了啊，我跟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样就是说听就行了，看着接到这里，是不是接地了啊？接地，咱们电脑板是不是通断这个样子？那么是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另外一边是不是可以感应到电了啊？这边次级是不是可以感应到电？那么它呢就是分别跳给看着这边，另外一边我就不怎么讲了啊，因为你这个你知道它也就是你只要非判断这个东西就行了，课后自己琢磨去行吧，你不要管它。哎呀，它为什么这个跳到这边，那个为什么跳到那边，
因为它这个里面都有二极管，人家设计好的啊。这样是不是形成回路了？那么就说从这个时候呢，四缸点火，哎，然后从一缸这个位置回来，它的线圈回到它的那个自己的本身，这个时候点火，对吧？好，这是一个点火啊。这个图自己后面去琢磨去啊。咱们再看一下下面这里，那么如果说下面这个想点火，那么同样，首先这个驱动块还是给这个三极管积极一个信号，那么这边的，哎，首先到这个位置，到点火线圈内部，那经过这里，因为如果要是说九这个位置没有信号的话，那么三极管打不开，这个是截止的，那么截止状态，这个点火线圈肯定点不了火。两面火想要点火，那么给它一个信号，积极打开之后呢，它的电就会从这边进行接地，那么这时候再断掉，另外一边感应到电，对吧？感应到电，然后从这边，这反向电动是肯定都不用说的啊。从这边，我相信咱们这里同学都是听过录播课听过多少遍的了啊，这个东西肯定都懂，应该都懂吧？啊，这个样子理解不？啊，我相信这个样子肯定理解了啊。能不能理解？非常清楚是吧？你看你这个图，你一看，你没有必要管。哎呀，电脑板为什么这个里搞个那个二极管？哎，为什么这里又搞四个二极管？你这里都不用管它，点火线圈坏了你修不了。你知道他这个怎么点火，知道就 OK 了啊。到咱们学修电脑板的时候，你再搞深一点。哎，电脑板这里为什么一个三极管？这里为什么一个二极管？对吧？全部都搞清楚啊。看着，如果是这种，怎么检测？该深入的时候，咱们就要深入，对吧？我感觉是这样，就是哎，你该深入的时候就仔仔细细了解深入点，对吧？不需要深入的时候，你像这个条件都没必要修的，你去弄啥？一个 LED 四灯，你拔啥？不用拔啊，看着啊 ，LED 四灯接正极，测量这根线，启动车的时候测。LED 四灯会怎么样？对，它必须闪啊！测这里，这个时候是启动的时候测啊，这里会怎么样？也会闪，对吧？如果说看着啊，如果说我同样还是一个 LED 四灯，在没有启动着的时候，我这样一接，哎，亮了，这个灯会亮 ，LED 灯会亮，怎么回事？我打开点火开关，这样一接，哎 ，LED 四灯会亮，怎么回事？哎呀，咱们这里同学怎么都不敢回答呢？你说错了没关系嘛，是不是这根线短路了，搭贴了，什么有电压降啊？你自己看是不是，对不对？这种问题哦，我跟你说，咱们这同学修过好多个了。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点火线为什么会开裂呀？哎老师啊，我这个电脑板有没有坏啊？我一测它这样测，它这个灯会亮啊，怎么回事啊？那你说怎么回事？你这样一看你不就明白了吗？明白没有啊？电脑板坏了，要么你这根线打贴了啊，下次不要再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能明白不？
啊，你这电脑板能不坏吗？是不是？你这个车能不缺缸吗？好，这种点火线圈啊，虽然现在车型上面越来越少了，但是咱们还有好多车型上面全部都有这种，有这种啊，在维修的时候，维修的时候会不会修？能不能给这样的点火系统搞定？有没有信心啊？没问题是吧？好，我再给咱们这里同学再说一种现象啊。记住啊，记住，这种点火线圈千万不要给我测电阻，我不管谁教的啊，我教的是千万不要给我测电阻，给我测供电、测信号就可以了啊，不要给我测电阻。对，点火的强弱肯定和通电时间有关系的哦，这个是100%的哦，看着啊，看着。如果说你这个车动力不好，是这种系统啊，是这种系统。首先，先测一下，测一下啥呢？测一下咱们这个车的油压够不够，特别是跑起来。怠速的时候，你随便怎么样加油门都正常的啊。一旦跑起来，这个车，比如说，你跑到70码、80码就跑不上去了，或者说一怂一怂的这种，首先油压测一下，油压好的，然后再去检查活塞。一般像这种情况，活塞都不会啊，有80%到90%的情况，点火线圈坏掉了，点火线圈坏掉了啊。油压一定要正常的，进气排气系统正常的，去检查点火线圈。这个时候，你如果有检测点火能量的工具，那么你去测量一下。如果说没有，找个车型兑换一下点火线圈，或者说直接画一个点火线圈来更换掉，好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90%的把握是点火线圈了。能不能明白？就说你这个点火线圈怠速的时候啊，有可能是好的，但是一旦跑起来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好的。为什么？为什么明白吗？啊，看着啊，看着，如果说你这个车，这个是点火线圈对吧？这边呢，可以我们假设为 D 线啊，点火线同样跳火，在这个位置，电压和这个位置电压一不一样？点火的能量强度一不一样？点火线圈匝数越多，电感应到电压越高，明白吗？如果说你这个点火线圈其中有几株匝数，就咱们这个点火线圈烧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也会跳火，但是它跳火的能量就没有这么强，能明白不？所以说你在检测的时候，怠速的时候，你随便怎么样加都是好的啊。一定要记住这种现象啊，很多车型会出现这种现象，理解没有？这个东西我这样一说，你们如果在初级班学过的，肯定都懂。我也不去跟你多深入的讲，我这边讲，主要就跟你讲怎么测、怎么修、怎么快啊，其他的我不讲，好吧？明白没有？什么两线的，懂不懂？啊，两线的，一根正，一根信号，
信号拿 LED 势能测就行了啊。三线的一根正，一根刺激打铁，一个初级信号，带模块的自己去测，自己去想是怎么回事，好吧？能明白不？啊？还有咱们，你像咱们大众的和丰田的点火信号上面线，它都不一样，就要自己去想去啊，自己去想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你每天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吧？但是有好多东西自己要去思考。